大家好，又来到我们五十音的教学。今天从哪里努呢呢偏加名跟偏加名一起教给大家。然后我们先复习之前所教的 R-E-U-A-O Kaki Ku Keko Sashi Su Se So Ta Ji Su De Do。 那接下来我们来教大家这个 Nani Nu Ne No。 我们先从那开始，那那那那，台语的话就是那那啊呢，那那的单字，那单字是那嘛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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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汉字是名前，名前，那中文的意思是名字，台语的发音就是。那妈诶，那诶阿内诶妈，妈妈诶妈，诶诶阿当过诶，那妈诶。接下来就是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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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有点像中文的你，泥巴的你，或但是我要用拼音，你，你，你。那你的单字是泥蛙，泥蛙，泥蛙，泥蛙。汉字是庭，庭院的庭，那中文的意思是庭院跟院子。如果不会念的话，就是我们中文里面有泥，泥土的泥，挖是挖土机的挖，所以我们要把泥三声把它拿掉，变成平音泥瓦，泥瓦。接下来就是比较难啊，它是努，努，努，努。台语的发音就是努，或者是中文努力的努，但是你用平音下去念努，努，努的单字有努努以，努努以，汉字是瘟疫，中文的意思是不凉不热的意思。如果不会念的话，我用台语就努努以，努努以，努努以。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呢，呢。ね、ね、台语的发音ねあ、ねあち、ね、ね、ね的单字是眠い、眠い、眠い。那汉字的话是睡眠的眠，然后再い、眠い。中文的意思是想睡觉。不会念的话就是喝奶的奶、ね、母、母、母奶的母。你要把它当作平音在念，眠む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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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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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单字是 no n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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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的汉字是海苔，那中文的意思它也是海苔，把它用中文或者是台语的念法。no 就是脑震荡 ，no no 震动 ，no、啊、然后里就是里落的里 ，no 里。以上是三宝爸的日文教学，那你努呢 ？no， 接下来 下次要教给大家哈希呼嘿吼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大家按个赞并分享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哦。还有记住一点。小铃铛要开哦，拜。